多少钱？还有一个问题，知道不？他叠十个，他那走到地铁出来，不是没办法做。不行。嗯，报十个停一下的话，你们就把那个定量设置好就行，就是把这些计时内置本是计数这个它是零的，每过一次它就有一个，然后停机。包数你要一包停一次嘛，就一个，然后把计数停机就开了，然后自动清零这个也开了，然后你就是可以放十个走一次，停一下等到物料，然后你接我那个启动信号就行了，就是你走一个停一个，你就接到我启动信号就行，然后还有就是这个，计数器这个你调回零它就可以走了啦，皮带就可以走了，你到时候包单个的时候你就调回24个，它就可以帮你包到25个，走一下皮带25个，走一下这样就 OK 了，把那些计数器那些全部关掉。那你现在关什么？我要一闪一闪一闪的。